今天带大家逛逛霍尔果斯市获得过伊犁礼物设计奖的宝藏特产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尹小芳，我是这家薰衣草店的负责人。我们是在贝宁，是经营的南开系列，也是薰衣草系列的就是玫瑰系列。那么其中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薰衣草精油，就比如说我们这款薰衣草精油，它是一个单方的一个纯精油，那么也称为万搭精油。气质毛孔，还有就是安眠的作用。那么我们在泡脚、洗澡的时候，薰衣草小熊好可爱哟，欢迎大家到我们这家店来打卡。